以自然为师，带您来欣赏王叔的艺术作品。易得着笔采风流，浓淡虚实紧调柔。邀君到来相顾笑，心照抒怀草野游。王叔教授道出他此刻的自在心绪，本次展出他近期水彩创作约80幅，期盼以美的画面丰富观者心灵。草野游呢，因为我从中国的大北方，然后到台湾，从台湾呢又到了欧洲去，这一个过程呢，我大半都在大自然之间游来游去，所以叫做草野游了。虽然我接受的教育不好，可是我生命里边所含有的内在东西是中国的。我原来是台湾的一个老兵退役，退了以后我自修美学，很幸运我到了欧洲去啊，在维也纳被接受，维也纳国家给我很多的照顾，以后就在德国跟奥地利的学府里边去教美学。我2001年在德国的学校里退休，我在那里呢传授的完全是中国东西，我的绘画，我的文字，他们也翻成德文。像刚才这个现场有一个 DVD 的，是奥地利制作的，把我的绘画解释得很好，所以我们也把它带到国内来，就是希望在国内的喜欢艺术的朋友啊，大家不妨看看我在做些什么东西。我到了欧洲去，我绝对是表现的中国色彩啊，所以我穿的衣服，我的生活，我在那教的美学，整个是中国的。这一次展览除了水彩作品之外，还有王叔老师所创作的诗词，并且用书法的形式呈现给观众，因此本次展览是集诗书画为一体的展出。该展并出版专辑画册，于中正纪念堂博物馆商店贩售，限量50本，欢迎把握收藏良机。法治新闻来龙学勇，台北采访报道。